我感觉弄我的那个人他腿很长，哎，嗯，哎哎，还有腿动了，弄完之后感觉他其实那种没有哒哒哒的那种感觉。是跨不回去的。现在开始分析了是吧？陈哲远和白鹿怎么说？男人的第六感。回答正确。你看，沙溢就是不要分析，就是第六感。不要分析，就是第六感。只要讲逻辑，男人的第六感可以。